Hello， 大家好，我是汉蒙。好的，来玩我们的 KOF All Star。今天是12月25日，星期日，祝大家圣诞节愉快。好，那这一期要来玩这一支卡山族亚历山族。好，今天对我来说比较早，因为我少录一个游戏，想偷懒一下，不要那么累。好，那上一期先来看一下吧。通行证这边可以买两次，二分之二。网友提醒我，我本来以为只能买一次啊，哦，这边可以买两次。好，反正你就慢慢做吧。然后等做完之后，你可以再决定要不要买啦。哦，这个比较贵的这个奖励，特别奖励二。好，然后上一期的 Ivy， 我们来看一下上一期 Ivy， 我发现他没吃胶囊，他没吃胶囊。他今天练到四星了，但是我发现他没吃胶囊，所以伤害还是有差。上一期那个伤害只是参考而已，哦，伤害只是参考，那应该蛮强的哦。这个大概是目前免费角最强的，目前免费角这两只是免费角嘛，但这只心度应该会比较高一点。因为这个通常啊都是到三星左右，那可能就是要花钱，要花台币，要花你的小朋友。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卡山卓状态吧。打蜘蛛伤害当然是溢出啊，直接2100。对，这个要抽的当然是直接溢出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咯，装备的话一样还没有抽，他就用这一套是那个雅典娜跟真元在的吧，就是可以叠啦，所以他打起来比较慢一点，要叠到最后就会很强，这样都是 ES 格罗加黄属性跟红属性，那他是黄属性，他有搭配 OK。上一期我给他用那个卡山卓，我不知道有没有搭配，欸，搞不好没搭配，是不是？我看一下，喔，我看一下他的那个回气是怎么样啊？蠕动技啊，他没有限定啊，就可以回气了，那应该是没问题的，只是运气不好都回不了气。这个也是主动技啊，没有限定啊，只是加战力会有限定。哦，有时候加战力会有限定，这样限定你要什么属性啊，什么类型。然后上一期看的那个卡片有没有？那个好像是增加伤害量啦，不是增加负面啦。我也是看错了，因为我就瞄过去，就没有看仔细。我不知道哪一张卡，看一下哦，喔，是不是这张？不是，是不是这张？是啊，这个是伤害量。给予敌人出血、神圣暗黑伤害增加量，并不是给予这个负面的，应该是伤害增加量。我后来看我的影片的时候，发现我讲错了，应该说我理解错，但是我只有一句话带过而已。有时候讲错，你们也可以留言提醒我，毕竟会不小心漏掉。好，核心的话，他这边已经点了攻击贯穿545，然后用集中我还没有玩，我们再玩玩看。好，那觉醒时的部分，他做了一颗暴击玉，这个是剑魂六的，好，剑魂六的。现在觉醒时什么工会时那没什么用啊，现在都是用专属的啊。工会石等于是废掉了吧？废掉的话，那个试炼之塔其实也是废掉了。哦，不对，战斗之章也是废掉，因为战斗之章其实是要做觉醒石的嘛，但是没什么用，主要就是每天拿个100红宝石而已。5层的话，5层100红宝石嘛。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角色的核心技能——队长技。队长技，我是觉得还是 OK 的，还是 OK 的。主要他有减冷却 0.5 秒啊。这一只卡山卓给我感觉就是攻防一体吧，
就是你可以走攻击，也可以走防御，也可以帮队友 buff。好，它是攻击力是防御力的 70%， 然后只能有个减冷却 0.5 秒。Omega 那个路卡好是不是 80%？ 看一下好了。我怎么记得有一只路卡好像这一只吧？哦 ，85%， 而且是防御型，好，防御型。然后卡山索应该针对他们吧，针对剑魂六的。缘分的话一样，都是他们自己搭配的话，都是没有那个限制说70%以下，所以很好。然后都会有一个补能量的或者是补血的。现在好像都这样哎、欸，我现在好像都这样。好，技能的话，集中跟守护。集中的话是他的技能三，技能三是他的极限护甲，可以移动，结果放技能之后可以滚来滚去，跑来跑去，稍微跑一下。有点像是菜宝奇的技能二吧，菜宝技能二可以转到空中稍微移动一下，但我觉得它移动的时间比较久一点。菜宝奇好像只能这样稍微动一下，然后它可以左右稍微动一下，它动比较多。好，然后这个是守护嘛，攻防嘛，就变成说减伤 99%。哦，我就算它攻防一体啊。加防御力的同时，也可以帮队友加攻击力。好，技能一有一个这个追加技，它有一个那个爆破盾，不过是4秒哦，4秒爆破盾，然后是帮队也可以帮队友上，这个算是新的功能，就是我们现在护盾都是帮自己上嘛，他是帮队友上，就也包括他自己啦，五军嘛。好，然后 buff 主动技的伤害，然后防御率增加。好，这边派生技的话，再加队友的那个防御力的攻击力 140%， 然后爆伤再加 10%、80%， 就是我军啦、啊。哦，我军，这有分我军的，然后有分这些，这个是他自己吧。你们要看他有那个逗号，有那个句号，不太一样。好，技能二的话就是神圣，他们的神圣虽然没有持续爆破，但是都有这种比较强的效果，就是 0.3 秒，然后整个10秒，然后每 0.3 秒造成 150% 神圣伤，虽然不是爆破，但是我觉得伤害也很可观。然后这边有一个木炫，哦，木炫效果在这边。技能三的话是反击技，也是极限护甲技，反击的话仅限站立跟浮空，然后这边使用中可以移动。4秒极限护甲，8秒内暴击率加 30%， 反正你就是技能3起手嘛。3我就321啊，随便你321按得顺就好。现在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讲究说你要123还是321还是312怎么按，现在好像都还好了。我自己觉得还好啦。好，这边前面的就还好，那能量比较少，我就觉得，我就玩起来感觉就是，我觉得剑魂六的回气很慢，才4-5%而已，难怪我昨天在玩的时候觉得很慢，怎么回气有够慢的啊？15%，不是，这30%，我觉得它好慢哎、欸，我再看一下，我有没有看错啊？没错啊，15%很少哎、欸，奇怪、欸。然后进来是这个子属性，很久没有这一种只针对某个属性的，好吧，主要两个核心在这。它的话可以叠 buff 攻击力跟攻速，然后叠到最大的时候又帮我军套一个主动技能冷却时间重置，这就是我们现在组队的时候可以用啊，组队打那个队友接力有那一只不太好打，我都随便打。新人那一只卡山卓不太好打，你要有那个伤害要够才能奖励权拿。那用这只应该有帮助吧？好，打神圣敌人的时候可以有一个300%的物理伤害。
这边不是全负面哦，它是1、2、3、4、5个负面，然后两个那个控制，免疫晕眩跟冰冻这样，他把它写在一起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可能觉得太长写不下去，以前会分开写，这个没有分开写，所以他有少两个负面没办法打，可能是中毒吧，没有中毒，没有中毒，还没有什么冻伤，这边没有中毒跟冻伤。然后主动技使用的时候可以减完结技的冷却一秒。好，50%一下5秒免疫就免死。然后这个是剑魂6的效果。防御的话可以回复 HP， 攻击的话可以叠，一般攻击可以叠攻击力。好，看完啦，那我们直接来实战一下，直接玩一下那个副本，演示一下技能吧。然后再打一下蜘蛛的话会溢出啊，所以我也不知道他猛不猛，猛不猛不知道，大概是溢出了，你就只能看说剩余几秒吧，打完之后剩几秒这样，啊，不然就是去单挑路卡了，路卡也不是每周都有啊，这周有啊，下周又没有了，那鸡翅的话会那个暗黑地面那个暗黑比较麻烦。可以动一下，可以前后前后，大概是这个，大概是这样子啊。前后前，前后前左右，看你转的，看你那个范围。技能一的话是4秒爆破度，爆破度。你就转距离比较晚的话是左右左右啊。好，这是他的内件必杀。16秒对不对？问下去他会减一秒。我不知道要不要击中敌人哦，有的是要击中敌人，命中敌人。好，要减了，减了没有？我们放个这个特殊卡奥义。蛮猛的吧这一只，好像没有控制，好像没有控制技。对，他没有控制技，我刚看过一轮了嘛，我们看过一轮了，好像没有什么控制啊，晕眩啊，冰冻啊，石化啊，那些都没有。那手感不错，打起来手感不错。那这个 BGM 也蛮好听的，因为这《剑魂6》音乐主题曲吧，主旋律吧。好，这是 PC 版啦， PC 版的画质比较差一点，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脸都模糊了，就有那种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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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我用那个，如果是用那个安卓版会好一点。我们来玩蜘蛛，蜘蛛就慢慢打吧，一下要打死了怎么办？我都还没练习啊，好，试试看，一样，我们不要上 buff 啊，我们就直接走过去跟他打。我就321，然后回气很慢。如果没有回到5颗气的话，你就会发现他很慢，就慢慢的。好，有回到5颗气。神圣啊，跟他那个形象蛮像的。跟那个谁一样啊，陆迪一样，七七之路打死了啊！你们看到了哦，剩下20秒差不多，因为要叠 buff 啊，要叠 buff。好，我们待会试一下那个集中。我来弄一下。集中的话是技能3嘛 ？OK， 技能3。哦，还好有回到气。
好，我们直接放集中。哦，好，快一点，快一点，比刚刚快一点，大概快两三秒。我刚是18、19啊，这就是22亿。哦，人家名次也进步。好，这是集中，我、哦、集中好像在跳舞一样，一直转转转转转转转，蛮好玩的。哎、欸，没时间呢，没时间，我们来用一下那个搭配一下负面。搭配一下负面，目前最强打最快是拿库鲁鲁啦。拿库鲁鲁我曾经打到前四过，前四名过。那我们一样用这个配合这个雅典娜的 buff 来试试看。好，来吧，我刚突然发现卡山佐失败的那个坐在地上那个大腿有点扭曲耶，画的不太好，官方要不要改一下啊？就整个腿都跪在那边，有点扭曲，太好看。为了证明给大家看一下我刚说的话，我们先失败一场。我们先失败一场给大家看一下。哎哎哎，卡住了，兄弟，这样没有吗？哦，我要放弃，我要放弃。我不是再一次，我要放弃。我放弃给大家看，我们先换卡山佐。退出是放弃嘛，对不对？你看这个腿，这个比例不太对耶，这蹲下来之后，你看这个，这感觉很奇怪啊，不太像那个正常的脚。官方听得到我的意见吗？改一下，好不好？改一下。我刚刚就退出试试看，然后怎么腿这么奇怪啊？之前那个七骑士的那个雅伊琳的那个皮肤也是黑乌漆嘛黑的啦，也是黑黑的，也是被改过，改的比较咖啡色一点，比较淡一点。啊，没有回气啊，没有回气成功啊，没办法。奇怪，怎么都没有回气？几率这么低吗？不是30%，三个技能按下去应该要回的、啊。他跟那个拿破仑不一样，拿破仑可以最后用这个收尾。好，快一点点而已，还是会浪费两秒，因为那个拿库鲁鲁他可以用奥义收尾，可以冻结时间。好，打完了，好，三次打完了，希望官方听得到我的建议啊，那个脚很奇怪，难得他穿那个黑丝袜。我发现人的那个喜好会随着年纪而不一样、欸、以前我没那么喜欢这种黑丝袜、啊、我发现这一两年我怎么慢慢的越来越喜欢这种黑丝袜的感觉以前是比较喜欢西上袜，就是那种女高中生嘛，然后穿个短裙，然后加上西上袜这样，然后有一个什么，人家说那是什么神圣的区域哦、喔、就大腿这一块，我是不知道啦。好，那卡山佐就玩到这边了，给大家参考一下。这些伤害都不是最终伤害啊，每个伤害都不一样，你们可以自己测试一下。那没办法，蜘蛛伤害就溢出了。刚打24、25秒左右，也差不多就5秒把它干掉嘛。就是有上 buff 的情况，没上 buff 大概就10秒吧，10秒以内把它干掉，算强了吧？我觉得算强了。好的，我是哈姆，喜欢我的游戏频道，欢迎大家订阅、点赞、开铃铛，我们下期再见，大家拜拜。